陈山聪同傅嘉莉前晚为剧集《乘胜追击》拍摄一场连人带车冲落海嘅戏份啊，名副其实系揾命搏。冇乜潜水经验嘅 Kelly 落水之后又腾又震，喺侧跟嘅山聪仲不时安慰佢，帮佢定下经。无线剧组都做足安全措施，安排多位蛙人同埋潜水教练协助拍摄同埋喺现场指导。山聪同 Kelly 更加带埋氧气筒，以防万一啊！拍到中段 ，Kelly 因为又惊又冻，系咁打晒冷震。隔篱嘅山聪即刻向导演要求俾 Kelly 上水休息。工作人员即刻递上毛巾同埋热饮啊！似乎 Kelly 都好冧山聪呢啲细心举动噃。好彩有佢喺度，佢未落水之前，不停喺度安慰你，系啊，系啊，系放松啲，放松啲，因为我系咁震震震震震震落，我已经系好震啦，已经。系咪我惊咧？真系。系啊，因为始终喺个水里边，就上咗嚟都要安抚佢。嗯。咁佢系我 partner 噶嘛？唔好啲有事，係啊，曬氣裏面啊嘛。最主要係即係要令到佢放鬆。如果我俾壓力佢，佢就會繼續上，所以我就叫佢都繼續上咗嚟先，定咗先，令佢定咗先。如果唔係，佢越驚，你越執落去就越有危險性。咁等佢 calm down， 佢自己話 OK 啦，咁落就最好。